咁你行到知道啊？听到青灯啊，行几架右转红灯，青灯快，红灯慢，所以塞到后边度。咁你觉得会唔会有效改善嗰边个路口嘅塞车咧？嗰边啊，嗰个塞车啊？因为依家如果喺嗰边冇得屈入嚟，嗰边塞冇得屈入嚟，关事，冇影响，冇影响，系关事嘅红绿灯嘅问题啫。所以你覺得會改善少少，或者係完全會冇效果？改紅燈嘅有效果，改冇改紅燈啊！啲人分咩都冇用。睇嗱，係咪？係咪排到？睇紅燈問題喺邊啊？我哋有出，我就知道啊！我又有揸車。次次都等好耐啦，你等好耐啫喎，呢度。紅綠燈的時間都要同一條啦。